文字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南岛民族语系的语言。南岛民族的语言系统与英语、日语、汉语截然不同。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原住民族在台湾生存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以雕刻、纹面、纹身、传说、神话、歌谣、舞蹈记录有关部落的一切。没有文字的民族只能靠口说的语言与不断传唱的歌词留下先祖的记忆。没有文字的民族只能透过缜密的社会制度，由长辈教导晚辈，维系传统的信仰与生活价值。但没有文字的民族，当面临殖民者入侵、强行施行同化政策的同时，就变得相当脆弱。大约十七世纪中期，西方国家争夺海权，西班牙、荷兰纷纷企图殖民台湾，作为在东南亚贸易的基地。荷兰统治时期，台湾的西部分布了大量的平埔原住民族。荷兰驻台的基督教传道人为了传教，一方面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利用拉丁文字编纂原住民族语字典，并且以拉丁文拼音教导当地平埔原住民族书写自己的语言，还在现在的台南新港开办学校，教导希拉雅人使用拼音将希拉雅族语拼写出来，目的是要编辑以希拉雅族语发音的教义问答还有祈祷文。之后希拉雅族开始学会使用这样的拼音文字，与入侵台湾的汉人订定契约。史上首创的原住民族文字后来被汉人称为新港文书。珍贵的新港文书虽然拼音法各地没有统一，在字词辨识上相当困难，先要把文书上草写的拉丁字母转写成可以辨识的字母，再利用对照的方式才能比对真正的内容。但是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它已经成为史上最早发现有殖民者将台湾南岛原住民族语言文字化的记录，已经可以从文字中记录当时社会的文化特征、经济模式，甚至发现许多以汉语发音的单字。当时汉人大量使用的河洛语成为当时希拉雅族的外来语。原本没有文字的民族进入新的阶段，因为平埔希拉雅族原住民族人使用的语言一度被保存下来，但是在西班牙、荷兰殖民短短半世纪不到之后，来自中国的郑成功率领大批汉人开始入侵台湾，大量兼并原住民族的土地，再度形成与原住民族为敌的氛围。汉人中断了割据时期拼音文字的传承，也让原住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再度进入黑暗期。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继续强行教化原住民族学汉文、说汉语、取汉名。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在过去400年之间遭遇严重的传承障碍，殖民政权的
十世纪，让台湾的原住民族快速地失去属于祖国的能力。语言快要死亡了，要用什么方式保存下来？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基督信仰再度开始进入台湾，让原本进入黑暗时期的原住民族文字发展看见了新的曙光。来自欧美基督教与天主教的牧师与神父，就跟四百年前的荷兰人一样，为了传教，又开始投入台湾原住民族族语文字化的工程。传教者学习在地族语的同时，也编纂一步一步以罗马文字拼音书写的圣经，成为现在台湾原住民族族语教材的重要基础。到了2006年，中华民国行政院原民会统一了不同教会与民间来源的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系统，这是自新港文书之后第二次由统治者出手将原住民族语言文字化的重大工程，但依然这样的文字不被台湾社会广泛接受。被漠视，我们的生存被剥夺，因此我们要走上街头。自从1980年代，台湾的原住民族发起一波波原住民族权利运动，反抗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重拾属于自我的认同，本土化的呼声高涨。由中华民国政府终于编列预算，在2005年成立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开始制播原住民族族语新闻。唯一的原住民电视台终于已经。这是台湾发展电视传播产业以来史上第一次有新闻节目的主播以原住民族语发音播报新闻。我爱回波隆阿萨利嘎嘎吉哇嘎古，山诺阿米萨那古邦哈多那巴盖尼埃多那努邦扎阿米那嫩多那台湾萨那台湾原观点。有一个伊娜说。我终于，我以为我耳朵聋了。我冇得用爱个古啥个古，因为以前听的看的都是汉语，要不就是美语。加了现在加了一个啊，叫阿美语说啊，我说哎呀，个都用个，我就说原来我听得懂，我不是耳聋的人。那这一句话，是一个我很大很大很大的动力。2005年，当台湾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开播，让许多原住民族观众感到惊喜，因为终于出现了以使用台湾原住民族语播报的节目与新闻。所以，老家在过来，台山过来，我们国家大沙瓦蛋嘛，有很多那个老人家非常的感动，他们说，其实他们要眼泪，既然有族语，有自己的族语来说新闻。从来没有过。我记得我回去之后，邻居啊、爸爸妈妈都回到我的家里面，他们都流着眼泪，对他们很感谢，说：“哇，我们的语言原来这么漂亮，这么好听。”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记录。台湾的原住民族观众可以使用转台器。在台湾超过100多家电视频道之间搜寻到讲原住民族语的电视台。在过去，政府禁止原住民族说族语，到了21世纪，这样的语言可以重新被听见。来自不同族群的族语主播背负着许多期待。我的妈妈当然是她一直感谢上帝，说想不到我的孩子会
会在电视上这样。然后他也很风趣呢，我妈妈就讲说，是不是因为你还小的时候啊，我都是背着你到教堂做事情，为教会服侍啊，比如说帮忙擦桌扫地，上帝这样的带领你，没想到你今天就在电视上。由于台湾历经不同殖民政权的殖民，原住民族语言几乎快要濒临灭绝，目前会讲族语的人口平均在45岁以上，大多没有接受过校园内的新闻学、传播学的训练。原住民族电视台的族语主播群来自各行各业，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过去曾经有过电视传播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担任过主播。泰雅族族语主播达萨瓦旦原本是村长，阿美族语主播欧派斯瓦纳原本是国小里的族语老师，卢凯族语主播苏亚普原本是基督教会里的长老，布农族语主播兰杜西马赞是退役的空军军官，最年轻的排湾族语主播也已经超过40岁，朱布朗扎利格斯其实原本是一位专职的妈妈。哎呀，我想打烂点那部分那来地方，这里个是点里把这家人都哎呀，本来我那多就是不存在的心梦。试镜完以后，我的长官跟我想说，好，下个月你可以来的时候，我回家回部落的那个在巴士的路上的那个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哭了。实际上，我突然是想到说，哎呦，我的孩子还小，可是我却决定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离开部落，然后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做这样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开始一路上就哭到家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释，告诉他们说，妈妈要肩负这样的责任，那必须要离开他们这样。台湾的原住民族语出现严重的断层，只有居住在部落里的原住民族人还可以听说族语，但是将近1/2移民到都市的人口几乎失去语言的能力。自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由汉人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开始对台湾的原住民族实行同化教育。即便达悟族人分布在兰屿，这个独立的岛屿与台湾相距大约90公里，但是这里的达悟族人依然无法幸免。当马人家还讲达悟族，想要求学的年轻人飞到台湾继续升学，开始被迫接受汉语的教育。我要去人民台播新闻，你们要为我祷告哦！我第一个我就是为我祷告。然后去的时候，啊，心里就哇，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对比因为以前不是要走下去吗？我走那个就是要走下去化妆的时候，哇，我的心脏咚咚咚。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超过30年的时间讲的是汉人的语言，被汉人政府认定为官方语言的中文始终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有时候譬如说我哪里不知道的，我就打电话给家人，给我姐姐他们问他们，然后我就用罗马拼音拼，然后等我上主播台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想到但是我念不出来，我念不出来我刚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每次我下台的时候，我就说，姐姐对不起啊，你教我的那个我又用国语说了，因为没有常讲嘛。分布在台湾南部的台湾族人也长期遭遇殖民统治，壮年人的语言能力已经大不如前。第一次可能在播的时候可能有10句，大概有8-9句是中文的呈现，那下来之后觉得自己很失落感非常的重。分布在南部高山地区的邹族以为可以一世独立，其实不然，同样历经荷兰、日本与汉人的统治，过去半世纪以来
当1945年日本殖民政府退出，中华民国政府进入台湾，许多人也已经被迫必须把中文当成主要的语言。我们在阿里山深山里面的，听老人家讲说，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语言是从瀑布出来的一些语序，也有人说是天神给我们的一个语序，它是有一点截然不同。여기와서나만성서저아바이보이즈는아오마이잠든자성진하는소유모때문에서母语讲还真的有一点不自然，因为平常都是讲国语嘛，那一下子用母语去讲，比较地方还有我们文化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挑战的。长期遭遇殖民与同化的前提之下，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在原住民族电视台。早期我们的祖先根本没有什么行政院、原民会，当然我就紧张，我只好，我也不能说，因为我不会讲，我就不讲话，对不对？播新闻就是要讲话，我只好用国语。后来我下来的时候，那个编辑啊，我印象很深的，他就讲说，你播的国语最多这样子，那时候我很受伤。台湾的原住民族人所说的语言与殖民政府的官方语言中文截然不同。根据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台湾的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与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同属相同的语系。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与帛琉、夏威夷、纽西兰的毛利族人说的语言非常相近，但单字、结构、文法与目前统治台湾的政府所施行的中文大不相同。为了不失去中文新闻稿的原意，族语主播面临两难。长辈都会讲说，你在讲什么？因为很怎么讲，好像都无厘头这样子，没有系统。他说，如果你下一次再讲族语讲到这样的话，我就把我的电视打破了，这样子，真的。例如中文可以说我爱你，如果只看单字，阿美族语称我为嘎固，爱称为毛拉，你称为迪斯瓦南，但如果必须用阿美族语的语法说我爱你，就必须前后单字颠倒，念成毛拉嘎固迪斯瓦南。又例如中文可以说我是巴奈，如果只看单字，阿美族语称我为嘎固，是称为季，巴奈称为巴奈，但如果在阿美语的语法中要自我介绍，就必须右前后颠倒，念成季巴奈嘎固。这样的语法跟中文截然不同。在原民台，每日主播每天取得的新闻稿是年轻的记者以中文书写的文稿，眼睛看见的是中文，但是却必须转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翻译五花八门的新闻用语，不论是新科技产物、医学名词、天文学的概念，都是古老的语言中从来不曾出现的，都必须重新创造全新的诠释。就随便说一个太空说好了，真的这个是非常难。像总统府的话，我们如果是用形容的话，就是一定要加一个国家的名字。我们所谓的总统工作的地方台湾，就知道是我们台湾的总统府。那总统工作的地方 America， 就是美国总统工作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减碳啊，我们现在环保议题最夯的嘛，这个比方说政府对于减碳的工作啊一直在努力啊或怎么样，但是减碳这一句话我们怎么去翻译？我可能就是说是这个破坏环境的污染，应该是奈米吧。
因为这我很难表达纳米科技，我只能就用很长的时间去解释它，还有细胞，还有 DNA。膜片检查是说怕你孩子有疾病，然后从生小孩的地方做检查，只能这样子。那你怎么讲？主语怎么讲？打卡萨苏尼山，这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生小孩，小孩子要出来的地方。高铁，我回去请教老师，他说怎么？因为火车跟高铁是一样长的，我们的翻译的时候是说是长的车子。那高铁跟火车也是长的，后来老人家说，你这个啊，一定要说最快的车子。更具挑战的，的确就是这一类的难题。性关系，发生性关系要怎么讲啊？因为在中文来讲很简单，性关系要比较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是在我们来讲，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讲的会。就是很露骨。后来我这样，就是睡在一起。当遇到报道性别议题的新闻类别，各族族语主播几乎快要被击败。性别的部分呢、啊，就是那个实在是很难的。我直接讲，然后我会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比如说性交的话，我们要怎么讲？当然，这个也是，尤其是在卢凯族严谨的社会，会不敢直接的讲。那你只能说相爱。哦，什么强奸呐、啊？哦，那我只好说，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讲，现在也不敢讲。你讲啊。啊。只能说勉强跟他要，这样跟他要什么，要饭吗？说也不是不晓得。他们是要让你们讲吗？啊，把几几安，把几几安这样。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翻，可是还是要不要太露骨了。保守男女有别的原住民族社会组织衍生出不同的语言内容，这象征古老的原住民族与现代的汉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与观点，这是截然不同的族群，截然不同的语言面临即将消失的困境。原本来自各行各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族语主播开始加入电视台担任主播，以族语播报新闻，每天的工作就是如何有效地转译中文为族语，在每天的工作中以族语新闻采访，邀请受访者以族语回答，翻译年轻记者以中文书写新闻，重新编译不同的概念与词汇，播音、化妆、录影，许多族语主播认为自己正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程，这是一项沉重的使命。不过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收看原民台的族语新闻呢？由于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发展，自从1970年代开始，大量的原住民族移民从台湾的东部和南部移往台湾的北部居住，为了谋生从事煤矿业、建筑业与制造业，辛苦的工作在都会区成立了新的社区，结婚生子，孕育下一代，许多年轻的孩子居住在都市里。移民都市的下一代可以看电影、听广播、上网、拿起遥控器，可以来回寻找上百个频道，大部分的频道都以中文字呈现。看完整场演唱会。By hour and even down to minute by minute. Go ahead and turn around and put your back towards the door. 这个有一天啊，回忆在倒带，留一
2005年开台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在原住民族地区拥有广大的收视率，开始轮替播出目前官方认定的14个原住民族的族语新闻。来自不同族群别的主播开始以族语播报新闻，然而由于14个族语语言完全不同，族语主播之间只能以官方语言中文彼此沟通。他的中文的名字，如果他已经改成中华民国的名字了，那就不用再加了。即使来自相同族群的年轻记者与编辑已经无法流利听说族语，与族语主播也只能以中文互动。就是你只要讲到圣背记，我后面就会刮胡圣背神记。对 OK， 因为我觉得比较保护自己啦。对啊，比较保护自己，因为主要是怕现在他们跟你说这样 OK， 可是现在怕说到时候播出来，其他人跟他们阿古又跟你们这样，对，就是说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思虑是周年的 OK。并且最尴尬的就是圆明台的族语新闻时段，族语主播说的是自己的族语，但是电视中呈现出来的标题却以汉字呈现。嗨，大家好，我是新闻台，你给大家一大告的呢，桃园区的呢埔心里。全台湾拥有超过17万人口的阿美族，收看阿美族语新闻，主播讲的是阿美语，但新闻的标题出现中文字。卢凯族语的主播讲的是卢凯语，但新闻的标题也出现中文字。泰雅族的新闻时段，泰雅族语主播讲的是泰雅语，但新闻的标题依然是殖民社会大量使用的中文。除了想要吸收非原住民族观众，大量原住民族的观众其实也已经习惯阅读中文，更是无情且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台湾的原住民族电视台被认为是亚洲第一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到底在台湾这个唯一的原住民族媒体当中，族语新闻时段除了主播的穿着打扮与其他电视台的主播不同，增加更多多元文化的特质之外，新闻中使用的文字要如何呈现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呢？原明台的族语新闻到底要给汉人看，还是要给原住民族的观众看呢？2012年春天，台湾原明台开始一项艰难的工程。所以，我刚才过了，最近爱打扫啊，但怀心木。如果说那么顺手，俺们在国外不用打扫，那么等于俺们在不得了。原明台决定在族语新闻的时段要将原本以殖民者通用的中文转换为各族语言的拼音书写系统。我觉得我们只要做，我觉得那是一个创举、做就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书写符号都已经确认了，然后学校也在教书写符号，那既然原明台是在引领族语或者引领一些节目的一个单位，那么何不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在原明台内部的讨论其实相当激烈，代表不同族群的主播们开放的讨论。有人担心汉人朋友都会看不懂，有人担心我怕我的朋友不认识我，有人说我们是要播新闻，不是要教族。历经400年不同殖民者的殖民，不同世代的原住民族已经产生不同的认同与价值。大部分的人愿意坦诚，即便走出原明台，这正是全体原住民族社群内部最真实的焦虑。那同仁也会跟我讲，不要做，或者说觉得有困难也好，或者说没有必要。但是我后来跟同仁讲说，我觉得我们来试看看，不然我们永远不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要的东西对不对，或者好不好。当许多人一方面指控殖民者剥夺了原住民族的语言，
但一方面却担心，当原住民族开始大量使用原住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时候，这个社会再也不认得过去那些说着汉语、使用汉语、穿着汉服、接受汉化的原住民族。在新闻室当中，这样的转变引起激烈辩论。即便知道自己肩负传承原住民族语的重要任务，现役的族语主播曾经有许多担心。其实我们当初是蛮抗拒的。我们所谓的抗拒，主要是第一个不熟悉，第二个是我们要重新去适应，然后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反弹，他说：“你们是在自己爽给自己听的吗？”要检视你一小时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评判你，所以重要的工作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在原民台新闻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挣扎，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这样做会不会吓跑了原来有的观众群呢？听完他的印章有关，我看一般语言啊，主语跟书写系统，挂号三的那个阿拉伯数字可被查，那当然也不希望老师们这么辛苦，所以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格式，就是在哪里？由于原住民族传播人才严重短缺，编辑部录用许多在其他电视台有经验的编辑，但大多是非原住民籍的编辑，对原住民族的书写系统相当陌生，难掩内心的恐惧。就是当时啊，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想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是汉人，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族语的语言其实是不熟悉的，那更何况我们族语有14族，对，所以变成说当下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想说哇，那怎么办？我完全变成说这个文字，感觉就像是我现在要我安个法语的新闻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是完全那个文字是不懂的。曾经在汉人的电视台担任编辑，在全中文的新闻室中编辑新闻。现在来到云云台，进入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必须适应从来没有过的思考模式。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安排了一个医疗新闻给雅美族的老师，但雅美族老师说，像胸部，女性的胸部这个，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平常的时候对话讲出来，他们是私密的谈话，所以他没有办法翻译这则新闻。那像以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是，这个是一个关于人身健康的东西，那就是要把它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这么公开的去谈论这样的话。编辑群除了心理层面的调试，执行上还面临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必须一一克服。最大需要克服的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周族的，因为周族的族语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书写系统，在我们英文的26个字里面没有，它就是 U 上面多一横，然后他们的发音叫俄，可是这个字其实是周族特有的字，所以于是乎我们当初为了周族，我们特地做了就是各种排列组合的周族有可能跟这一个俄相关的字的一个内码，就是长这个样子。各式各样的符号内码排列组合，这是一个大胆使用转折字的开始。各式各样的原住民族族语发音符号，原本以英文跟中文为主的电子作业系统是根本无法支援的，编辑群必须花费更多时间研究创造新的字母与符号，以呈现完整性。打开电脑的编辑系统，竟是中文跟书写系统并列的内容，就连筛选新闻的编辑权也必须屈服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舍弃某些可能会引起该族族群争议的新闻。就我们可能选稿，或是除了我自己想，因为即时除了我自己想传达给观众之外，我可能还要考虑到这节的受众是哪个族群，我会特别挑那一个族群需要的新闻，以及跟老师讨论说他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就是我渐渐的也有去就是比较融入各个族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先是新闻纪念的设计，从片头纪念到片尾都以拼音为主，中文为辅，紧接着经文的标题也相互妥协，以拼音系统为主要的视觉，再搭配中文的翻译，连气象时段也将各部落的地名以拼音系统标示。这跟过去大量使用汉字呈现标题与地名的做法截然不同。并非所有人都看得懂这些文字，副控室里非原住民籍的导播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中文的话，我们会再 recheck 一遍这个东西，就是说包含 TD 啊 AD 啊 PD 啊，我们都会看看这个字是不是对的，还有语法用的有没有问题。那可是如果你改成了罗马拼音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做一次的检查，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们来讲，我们会比较有一点不放心。由于十四族的语言完全不同，导致相同的族语新闻在不同的新闻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片头，因为文字完全不同，必须有十四套完全不同的片头片尾，导播群必须小心辨认。十四族新闻拥有十四族不同地理分布的气象预测图，也必须战战兢兢避免播错，但在现场节目当中，当导播完全听不懂主播所说的语言，更是一大挑战。由于缺乏原住民籍的导播人才，原民台必须借助非原住民籍的导播协助节目进行，但全族语的节目主播要 call out， 导播怎么听得懂呢？我们就跟主持人穆妮老师商量说，那这样好了，老师你如果是要接近这个电话，你如果跟来宾讲到已经要接把电话接进，因为我们之前是 call out 好在 stand by，那如果你要接进来的时候，你就喝一口水，你就端起水杯来喝一口水。我们看到你喝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电话要接进来了。结果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call out 的那个先生或者小姐他不在，我们打不通那个电话。然后我就看到穆林老师就隔了大概几秒讲了几句话就喝一口水，然后再隔几秒他再喝一口水，一直到那一段结束了，然后穆林老师就说，我真的已经喝了很多水了，为什么你们的口号都没接掉？对原民台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许多电视台里的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残酷的事实，就是原住民族的语言的确已经严重流失。没有文字的民族现在坚持要展现自主，使用拼音转文字，除了要担心大部分的原住民族观众可能看不懂，连节目的制播过程也面临重重挑战。但许多工程与制作人员开始适应也习惯，这是把语言保存下来的必要选择。主播群开始调整作息，分配更多时间将中文翻译成属于自己文字的拼音。在电视机前收看族语新闻的观众也有了不同的反应。原民台从2012年2月到2012年12月之间进行一项问卷调查，询问原民台的观众对族语新音拼音化的想法。结果发现，在这份有166人接受访问的调查中，当被问到您看不看得懂拼音想要表达的意思，只有47%的人说看得懂，却有52.4%的人坦诚的确看不懂。但是被问到喜不喜欢新闻标题用拼音呈现，有66.9%的人回答喜欢。但如果再问相同的一群人，用拼音呈现新闻标题，您觉得会促进你学习族语拼音吗？结果竟然有高达81.3%的人回答，的确会想要促进学族语的欲望。看了以后那个数据，我觉得是很振奋的，起码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这样的结果也让族语主播感到相当振奋。只拼第一个字头，他就说：“哎，这是格马兰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不是英文，是格马兰的拼音法。因为我们是说的。然后如果再加上文字的话，说跟书写都已经
完全的。你的语言失去了，对不起，你这一组就灭亡。这个很严重呢。你是什么？我是卢凯作，然后你不会语言，然后你又不会写，那 你就算你是卢凯作，你不懂语言，又不会写，又不会讲，这个骗人的，不是你不是真正卢凯作的生命。台湾的原住民族语言会消失吗？一直到现在，殖民与同化政策依然是进行式。国小、国中学生进入学校就读，所有的教材都是以中文书写印刷。原住民族的下一代还依然必须学习中文。每周在学校里，教育部只愿意开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学生学族语，一年有一次机会在舞台上演出族语歌舞。原民台的族语主播尝试用古老的语言翻译现代社会不断创新的门槛，用古老的概念重新诠释这个世界。新闻的标题有没有可能过于简化精致的概念呢？现在的台湾可以让已经几乎濒临灭绝的14族43个方言继续流传下去吗？纽西兰的原住民族电视台 Maori TV 早就以毛利文字还有毛利语播报新闻。挪威的萨米族人成立的原住民族电视台 NRKOR Sami 也早就以萨米族的文字写作。如果属于南岛民族的夏威夷原住民族电视台 OEV TV 直播，也以全族语搭配文字播报新闻。在台湾，原住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这样的拼音文字到底能不能被台湾以汉人为主的社会接受呢？已经常年接受汉化教育的原住民族的下一代，愿不愿意开始学习使用属于自己语言的拼音呢？台湾人民台正面临关键时刻，这个实验期待看到的是真爱的结果。5年后、10年后，原住民族媒体人期待台湾的社会会因为原住民族人愿意把珍贵的语言拼写出来而变得更不同。